陀佛。这个十分钟的静下来，定下来，效果怎么样？这个空调啊，风扇的声音啊，就像流沙河一样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流沙河里啊，有没有沙悟净啊？啊？有没有跟着流沙河跑掉？哗哗的流水，奔腾不息。你看这个声音就像那个流沙河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河里啊，我们有没有悟净啊？我讲的沙悟净代表定，有没有定？定下来有没有这感觉？啊，最后到了西天之后啊，啊，师徒四人千难万阻啊，九九八十一难哦，然后到了印度，来到了什么大雷音寺。来到大雷音寺拜见了佛祖。我们现在再换位一下，现在不是流沙河了，现在我们这是大雷音寺。你看大雷音寺现在这个声音就像、大雷音一样。你们再回光返照，再看看今天每个人都带着佛陀的戒德哦，八关斋戒都是佛陀授的啊。刚才尊贵的海涛法师就代表本师释迦牟尼佛啊。你们受戒的时候有没有那样观想啊？有没有？要看到上面，哦，上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得戒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现是什么呢？现成海涛法师的身体，是这样。你看到的好像是海涛法师，但是他代表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你们每个人得到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戒体，很珍贵，就一日一夜给你们，属于你们的24小时过之后就没有了。就通过这个24小时，释迦佛陀跟你在一起，我刚才叫你们打坐就是那个意思啊。回光返照，找一找看，释迦牟尼佛有跟我在一起吗？所以我比喻哦，流沙河悟净，你怎么没有净啊？净下来之后，现在大雷音寺释迦牟尼佛就在，然后你找找看，找找看，我们再坐3分钟，找找看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跟你在一起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大雷音寺，你看这个轰的声音，大雷音寺，你找找看。啊，再把腿子盘起来，3分钟，现在3分钟就行了。啊，今天我是特意一上来就双盘夹腹坐，啊，你们能够怎么盘都可以啊，舒服就行了，3分钟啊。
现在在大雷音寺有没有见到如来佛啊？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穿着海青，披着啊幔衣，幔衣也叫袈裟啊。现在的心有没有宁静下来啊？有没有宁静下来？八关斋戒叫清净啊。用佛陀的八道光明的戒体笼罩着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得清净的这种受用。是佛陀的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造作放逸，远离虚妄啊，也不被饮食所困扰。如果不受过午不食戒，现在不就想着我每次来我们北干都是丰盛的食物啊，各种做的颜色又好看，我吃上去口感又好。那个什么这种糕那种糕我都说不清楚啊，反正每猛吃啊，我们这里特别会做吃的东西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过午不食，你不用动那个脑筋了，打那个妄想了。如果你不是吃这个戒，哇，老是就想我是吃这个糕呢，还是吃那个糕呢？是吃榴莲呢，还是喝椰子呢？我说老是一天24小时要被困惑好久啊，甚至做梦里还在想着做吃什么。对不对？但是过午不食，不非食食，这中饭一吃完了，就这个妄想打也不用打了。食，这个食啊，是困惑我们这个我们所有的生命，不仅仅是人，所有的生命皆以食而受生呢，就是都是贪着这个食物啊。所以我们八关斋。这个佛陀的八道解脱的光明笼罩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打能持哦，一道光明融进来了，能持又一道光明融进来了，八道光明融着被笼罩着，好像就是我们那个布鲁布多的那个塔一样啊，布鲁布多的那个塔，你看，就是一个方洞一个方洞一个方洞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观想这布鲁布多的塔好像是有八段这个方洞一样，然后我们就是布鲁布多塔里面的那个人。佛陀的这个塔就照着我们，八功德的这个塔照着我们，然后你就坐在这里面，清净不清净啊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坐在这里清净，还是回到家里之后把这个海青脱了那个清净啊？这里清净啊，你走到大街上啊，你在百货公司哇，你在这个眼睛看着眼花缭乱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清净还是现在清净啊？再想一想，这个清净重要不重要？我们人一辈子啊都没有这种清净啊，焦躁不安，想东想西，有得有失，烦烦恼恼啊，在苦海里这样子飘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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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苦海里啊飘啊飘啊。现在我们受了八关斋戒，有了清净了，这个清净就是救命稻草啊，苦海里总算哦哟，有一个木头扒到了，这个木头可以不沉下去，哦呀，喘口气，哎呀，否则是有一口气没一口气啊，趴在木头上总算哎呀可以休息一下了。重要不重要？这个清净重要不重要？可以了生脱死啊，可以渡生死海啊，
就是这个，所以叫别解脱啊，别解脱啊。只要我们在这个八功德的光照耀下，我们可以得解脱啊，可以从生死大海里救出来啊。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就像一座塔啊，你坐在那里都像一座塔，你们看一看后面的，看前面一位像不像塔？哎，像不像布鲁布都的那个塔？哎，所以叫你们坐一会，再回光返照看里面有没有佛，佛有没有现出来？大雷音寺，你看我们现在大雷音寺，佛有没有现出来？里面清净透彻的，哎，前面我讲了，戒的德如果坚固了，啊，定的海才能盈彻，透彻，这个定海透彻了之后啊，这个慧的光才能朗耀啊，慧光朗耀啊。这戒定慧三无漏学，清凉之学啊，不生不灭的道路就从这里来的。所以佛法别于一切外道法，外道是什么？从苦入苦，哎，有的吃狗戒啊，有的这个如果这个赤火婆罗门啊，天很热，火里面烤着，哎，跑到水里面冻着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有没有找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比较？哎，所以通过我们的这样子的修学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生灭法，什么是不生不灭法，什么是叫五浊，什么是净土。五浊也是自己啊，净土也是自己啊。你现在坐在这里回光返照，你净不净啊？哎，净不净？昨天我们遇佛啊，昨天遇佛，昨天是我们卫塞节的正日子啊。为这个遇佛的时候啊，哦，那个四句啊，四句：我今灌木诸如来，净智功啊，净智庄严功德海，五浊众生离尘垢，愿证如来净法身。这四句话我们能不能去做到？我们可以，可不可以做？我们现在都是佛教徒，我们三皈今天不仅受了八关斋戒啊，我在下面楼下都听到了，师父今天也给你们传五戒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是净行受啊，受持啊。今天我们又受八关斋戒，又受五戒，我们坐在这里，每一个像布鲁布都的塔一样，都是透明的，里面都有一个佛性。哎，受戒是谁在受戒啊？是不是你的佛性在受戒啊？都是你的正念嘛，清净正念。那个如果烦恼心啊，如果这个脑子颠倒了，他不会坐到这边来受戒的。这都是你们的净智啊，清净的智慧选择的。所以又得了如来的这个八关斋的这个别解脱的净德笼罩，哎，笼罩你们一日一夜啊，笼罩一日一夜。所以在这个光当中，你看，如果我们今天比如说这样子的状态，我们在观想着来遇佛，观想遇佛，是什么水在遇佛？